事实上，电池不只是电动车跟手机里最重要的零组件，未来再生能源所需要的储能，甚至连下一代的武器都需要。但或许您很难想象，不过十多年前，台湾曾经是电池王国，产值名列全球第三大，仅次于日本跟韩国而已。当时全球最强的科技厂包括了惠普、戴尔跟苹果，以及台湾电脑双巨头宏基跟华硕，笔电的电池订单几乎都下在台湾，养出了一票年营收百亿的公司。但是这十年来，中国电池厂商崛起，吃掉了全球大约三成的锂电池市场，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池王国。到今日，台湾占比已经不到一成。而2023年的今天，台湾想要急起直追，许多大厂其实早就已经加快脚步。除了鸿海砸下了60亿在高雄建造电池新厂之外，还包括了台泥跟台塑，也分别出资百亿以上盖百万度规模的电池新厂，也就是未来两年台湾至少会有三座超级电池工厂。而且不止如此，从电池这个核心产物拉出的上下游供应链规模更高达了$上千亿。接下来我们将从供应链的角度一步步来拆解台湾能否找回十年前电池王国的荣耀。一期在这边，那二期的话它的施工所在那里，那扩建的话就是围起来围墙的地方，那目前已经在开始整地了。中钢集团旗下位在台湾屏东这家大型厂房，2018年还没有正式投产，就已经有订单找上门。如今一条产线早已无法满足需求，目前正在加紧扩建，因为欧美日韩都在海外排队等着下单。这是在这边进来第一道制程，那后面呢会再送到这边的石墨化制程。什么产品这么抢手？石墨两个字是关键。这乌漆麻黑的叫做界向石墨碳微球，肉眼看来只是不起眼的粉末，但它们却是21世纪最重要的黑科技，也是超级电池不可或缺的负极材料。2022年超越 F1 赛车纪录的英国纯电赛车电池心脏是由台湾所打造，而当中的负极材料就是出自这座厂房。电动跑车它速度要快，它放电要快，这一点上面呢，而且它有还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能力时间哦，所以这一点呢、用我们的产品是最好的。高空作业车盖上层层保温料，这是号称全台唯一的石墨化炉，内部最高温度可达到摄氏3000度。这个已经出炉。到现在已经大概快两个礼拜了，即使出炉已经2周，靠近时还是能够感受到灼热温度。除了温度以外，你必须要有所谓通电的时间啊，通电的升温曲线，还包括怎么去装炉安排，所以这个通通是很关键。入炉、升温，然后再降温，那整个过程呢，要将近快25天。整座火炉就像大型烤箱，经过长达1个月的高温制程，才能够让这些负极材料形成紧密扎实的结构，耐得住瞬间大电流，避免电池膨胀变形。1200度啊，那我们称它叫碳化。那碳化呢，基本上它还没有办法达到比较高容量的那个负极材料使用，所以我们必须要经过一道的石墨化，会达到3000多度。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性的技术。经过石墨化出来之后呢，里面的粉体就是我们厂内最值钱的黑金。被称为黑金的界向石墨碳微球，最小粒径只有3微米，相当于法丝的1/10。除了用在超跑电池，目前也已经能够让电动车飞上天。本身的那个安全性很高，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成本很高，所以呢，我们就必须用在比较有竞争性的地方，极端的环境，比如说冷、热，碳微球它本身的韧性很够，所以呢，它就比较能够用上。这负极材料业者花了整整20年练兵，2019年才正式投产，但短短5年，产能需求就从2000吨扩大到6000吨，
暴增3倍，而电池少不了的还有它。这一间是我们的一个原物料的储藏室，那要确定检验合格之后才会进到我们的原物料的仓库里面。国内这间知名正极材料大厂里头堆满铁粉等化学材料，可用来做成磷酸锂铁电池，业者还砸下100万元打造正压仓库，从源头开始严格确保电池不受杂质污染。我们最终客户是车厂，那所以他们对于在电池的安全性非常非常的重视，所以在电池的一个组装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金属杂质在里面，就会造成电池的短路。深入工厂内部，有如一座化工厂，化学材料全程都在密闭管路和自动化筒槽内，经过数十天的反应制程，形成磷酸锂铁，还能根据不同充放电需求调整比例差异。成立18年来，客户遍及欧美日韩。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厂，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工厂。拆解锂电池内部最重要的就是正负极材料隔离膜和电解液。随着锂电池需求不断飙升，台湾从上游的原料到中下游电芯厂，正在逐步形成一条龙电池供应链。去年我们就跟这个欧洲的最大的这个半固态锂电池公司 FREYR 签了合约。那么它未来在欧洲跟美国大概需要300个吉瓦时的电池。光是一个欧洲客户，电池产能就相当于台湾三大集团目标的100倍。美国电动车产业想要去中国化，庞大的外销市场是台湾最大机会，但过去产能不足，如何在价格战中脱颖而出是我们的最大挑战。中国有这么大的量，它很容易就把你价格就打下去了，所以这是台湾锂电池行业过去的困局，把我们的专利跟技术授权给美国、欧洲、澳洲等国家的企业自行生产。那我们负责什么呢？我们负责继续开发客户的产品，这样的话就能够实现锂电池这个行业要在本地形成一个产业链的一个要求。那么也有自己 home market， 那台湾的企业呢也能够走出一个路。人家都是几十个 giga 几百个 giga 在生产的，台湾只有一个 giga 两个 giga， 恐怕要往自己认为应该有差异化的地方，有 niche market 地方跑，才有可能存活。有业者靠着产品差异化走出自己的路，有业者借由技术开发授权找到生机。当电池产业进入全新战国时代，台湾早已置身这场赛局当中。